而家開始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係我鴨仔做公證人嘅一場兄弟之戰啊！咁今次有我哋嘅神手峰 Ivan Pang 同埋我哋嘅 Ho Kiu Lim，佢哋出動佢嘅私車，今次喺呢條市道嘅一舉開始對決。你唔使叫我神手峰，你叫我阿峰得噶啦，唔該。阿峰啦，好啦，好啦，阿峰啦。咁今次佢哋有490嘅 Scirocco 啦，同埋49几嘅一架 S15 嘅。咁今次比賽嘅規則係冇規則嘅，第一個衝過終點唔可以加血。我知啊，呢次比賽公正嘅，係要加又加，睇下加多。呢次比賽嘅規則係三，就係而家係第一。
三秒距離，呢個仲要追唔追到咧？好，係好 Q 咧，勝出嘅下半陣嘅比賽，而家嘅比錄係1-1，請車手們 captain 以示公正。呢一集我而家嚟到我哋峰哥對好 Q 咧嘅第三局。有少穩定嘅發揮已經帶咗出去啦，睇下十五歲唔追到佢先，依家剩三秒距離嘅，佢哋要彎打要彎之後，仍然都係仲有兩三秒距離嘅。咁起直追嘅风波究竟可唔可以追到六号靓呢？究竟一人要罚30秒嘅时间，就唔系30秒嘅，系一人要人18秒到点呢？成功在经过一个圈之后，争持已经激烈嘅，距离缩短到1.5秒啦。而家风波继续咁起直追嘅，好漂亮，继续攞住嘅小罗布走紧嘅。1秒啦，好 Q 咧，开始紧张，开始爆弹啦。阿 Ivan Pan 追唔追到先？而家只不过好似有轻微嘅碰撞喎。榜上嘅 F10 开始追到啦，哎呀，太心急啦，过唔到嘅 F10。好，又再追翻上嚟啦，阿谁胜谁负咧？车手争持得好激烈，哇！如果佢开弹走咗啦 ，F10 都咁起直追啦，就输啦，开弹啦。啊，到终点先咧，究竟会系边个咧？好，我哋有结果啦，胜利嘅系 HoQLM 嘅。好啦 ，Capital 两位车手唔该 ，cap 咗图未？唔该晒，多谢大家的合作。今次到你哋，咁今次嘅比赛就到呢度啦。而家我会上，一阵间会喺 Facebook 公布官方结果嘅。多谢晒你嘅参与。